好像就回家了，还是哦不是，不是不是，那天我们，我跟你们说，那天我们啊，那天我们看完电影之后呢，陈尔德就邀请我们去他们家了，又去他们家了，好像去他们家。哎呀，我也不清楚，我都搞忘了，我精力好差呀。后面我们又去吃饭了，有一天我，哦不是，开了那个电影，就是看了那个电影之后，我们又来这个世豪广场下面有一家油炸的，我们就去那里吃饭，我们就去那里吃烧烤。后面我们又去回家了，知道吧？我们又回家了，开着他们也开着自己的车。他们那个车都开着坦克五百，阿子开着坦克三百，我们各开各的车，我们回家了，我们很好，很早就一起玩了。然后那天我们第一次见面，第一次去一起去玩，第一次一起去玩，那个时候就是去他们家周边有一个草地，我们第一次玩，那个时候我们第一次见面，第一次玩。第一次一起玩，是这样子的。希望你们能懂，家人们。来，叔叔哥姐们，你们上点小爱心好不好？叔叔哥姐们，上点小爱心，家人们，咱做数据啊。他们早就认识了，还在一起，对啊。没关系的，在一起就在一起呗，成年人嘛，谈恋爱是正常的。成年人嘛，谈恋爱是正常的，知道吧？不是很不正常呀，这很正常，人家谈恋爱有啥正常？演员不知道啊，不清楚啊。上上啊，叔叔阿哥姐们，你们给 M 上上人气票，叔叔阿哥姐们，谢谢大家了啊！那个人气票上一上，叔叔阿哥姐们，感谢啊，正能量，我们玩的就是正能量。我说的都是实话，很早就认识了，这有啥不认识的？我有一说一，不管他说什么无所谓。不能讲家的事情，我们两个又不是一家人，哈哈，我们两个又不是一家人，阿姨对不对？都说了，我们两个只是合作关系，又不是一家人，你说家丑不外扬？我的天哪，他们两个勾搭在一起了，我还。本来就是呀，之前我们一起去玩了，那个时候都还说那个合同是假的，他说合同是他们自己理的，他说他跟着易老板理的，他说合同是假的，他这么跟我们说的，他说阿紫，你看啊，多少怎么怎么样的，他这么说的。知道吧，懂我意思不？我只说实话，知道吧？这就是你们想听的瓜吧。这就有很大的瓜，家人们给艾莫点点赞，谢谢啊，家人们谢谢，给艾莫点点赞啊。和小兰一起吃饭，很正常呀。我早就一起吃过饭了，很久之前他还请我们一顿火锅，就在乐商。南火锅，我们第一次去吃火锅，在这边第一次去吃那个南火锅，很辣，很好吃。他说他订了个包间，就我们三个在那里吃。不要说别人，我不说别人呀，但是我说的是实话呀。不是喜欢听八卦吗？无所谓呀，你们继续越黑我嘛，没关系，我把所有的八卦都拿来给你们听，好不好？你们相信我的，给爱扣一，家人们，相信阿姨们的扣一。你现在在哪儿呀？我现在在乐山啊，我现在在乐山一老板这里上班啊。干嘛呀？在吃扎都吃泡面、芒果，哈哈，很正常呀，对不对？以前我们卖他就是阿伟他们两个分开了之后，我们去卖菜了。他说吃泡面好一点，泡面的话就怎么怎么样的。想下一幕的就扣一啊，叔叔阿哥姐们，天天吃泡面，在那里装，我服了。我说以前啊，但现在我们玩的都是真真实实的，我们公司开着也是真真实实，易老板也是我老板，是真真实实。
我们是玩的就是真实，知道吗？卖芒果卖他的呀，跟我有啥关系呢？是不是？对不对？来，叔叔阿哥姐妹没加粉丝团的加一下粉丝团，谢谢大家啊，感谢你们啊！你们说那个，你们问高阿姨就完事儿了，真不真实？高阿姨，咱就是说真实，真实，对对，全是真实的。来，你看一下以前我们拍视频的时候，我演的那种坏人，对不对？那种那个时候应该很好讨厌我吧，对不对？那时候我是演的那种非常讨厌的那种，知道吧？你的手机号多少？一天到晚的不踢一下，不踢一下那个谁，动不动就推人，动不动就踢他，那样子是不是？艾莫说的好，我们都支持你和丫头，谢谢啊。丫头也是我们家的一员，叔叔阿哥姐妹。那个付之墨呢，他是一个很好的，不是一狗，善善良良的叔叔阿哥姐妹，知道吧？付之墨是一个善良的人，叔叔阿哥姐妹，咱也多多支持人家，我们都是那个啥的。我们看都不看一眼，没关系啊，叫什么？不用看他一眼，知道吧？有些东西真的不说出来，你们真的那个啥，支持阿姨直爽，我只说实话的，我不说假话，知道吧？不用乱哭。我不带说假话的，跟你们说什么假话嘛，对不对？我没必要。支持你，支持阿姨莫，给阿姨莫点点赞，谢谢，给阿姨莫。给艾莫点点赞，给艾莫点点粉丝灯牌，给艾莫点点关注，谢谢大家，感谢你们了哦，谢谢你们的陪伴，现在骂我的人也越来越少了，我非常的开心。还有就是还有那个郑阿姨和那个高天阿姨来就是乐山，我也特别的开心，这样子的话他们就会大家醒着了，醒着了，是不是也是有孩子离婚的？没有孩子，但是离婚了，离是离婚了，但是没有孩子啊，但是没有孩子。支持阿姨，谢谢啊，谢谢，谢谢你们啊，谢谢你们对阿姨莫的支持，叔叔阿哥姐们，非常的感谢你们一直的陪伴啊，就是以前的话就是。我也挺对不起易老板的，当时我也就是冲昏了头，然后当时吧就是很懵懵懂懂的，想着自己也不玩那个抖音了，然后就是我当时我还我说我们两个是我们两个不是亲姐妹，我以为我就是我伤害到她了，所以我就会那个啥，因为我不敢忍事儿，我不敢忍事儿，因为我家里面都那样了我还忍事儿，我不敢，知道吧？所以我就只能低头，知道吧？所以我就只能低头啊，是不是？当时，然后我就帮了他，我就骂了几句易老板，然后直播间在直播间的时候我也那个啥，对不对？在直播间我也骂了易老板，你们都知道的，我还跟他打了个 PK， 所以我在这里跟你们说声抱歉啊，是这样的，对不住了。但是我现在就是我会好好的。我也不会像以前一样，我现在有底气，因为我现在真真实实的，我也有底气了，我也不忍事儿，我也不怕事儿了。现在，以前我老是低头，因为我为了，我没办法，真的我没办法的，我别装了，装的是你们家主播，我没有装，对不起啊，很抱歉让你失望了，我没有装。我本来就是像现在一样的，我就是正常说话，我不像以前那样怎么怎么样的这样子说话，我不是，现在的我才是真正的我，我也是一个人，大家都是人，尊重，互相尊重是很好的，我们没有仇，你要记住我们没有仇，我们都是中国，我们都是，对不对？这片土地的孩子，是不是？大家都是，毕有些时候真的，你们骂我，我也不想骂你们。你是我的长辈，你比我大，我就得尊重你，我就得让着你。我不想说太多，知道吧？有些时候可能你们说话太难听了，有些人黑粉说话太难听了，我就会心里面不舒服。我心里面会不舒服，因为我也委屈，我也会破防。我也是人，
我也是破，我也会破防，知道吧？所以我就对不住了。那黑粉，我知道你们也是很善良。那些黑粉，我知道你们也是很善良，只是说一时半会儿你们也回不来，因为你们也就是觉得这是真真实实的，所以你们就会一时半会儿就那种，所以我也不会说太多，可能有些时候我说话重了，请你们见谅，谢谢你们，请你们见谅，因为我有些时候真的我很生气，因为有些人骂我，我就真的心里面真的很不舒服，我是真的不舒服，因为我就做我自己，真真实实的自己，对不对？为什么还要来骂我？是不是？我又不欠你什么。欢迎真爸，谢谢啊！加我们珊珊人气票啊，说啥个什么？感谢大家了，咱珊珊人气票加什么？加没加粉丝团的，加一下粉丝团。阿姨们，我们支持你，谢谢晚秋，谢谢。阿姨是个好姑娘，谢谢你们点点赞，上人气票，说出来一个节目，感谢你们了。我真的，我的委屈我从来不说，我家里面的那些事情我更不想说，只是说有些时候我真的很崩溃，有些时候我是真的很崩溃，所以我就会说一点点怎么样的，我也从来不在直播间里面卖惨啊什么的，别人说我卖惨怎么怎么样，说我又装了，我根本就没有装，我就做真真实实自己，我只做我自己。然后大家那个易老板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一样的，别人黑易老板，别人黑乌之墨，我也那种不埋怨任何人，不埋怨，我觉得我最后做好我自己就行了，以前那是以前过去了，而且是我自己的选择，是我脑子笨，所以才会那种的，对不对？我也认了，是不是？我也认了，那是我自己的选择，对不对？阿姨坚持，你会慢慢好起来的，谢谢你们，真的，谢谢你们对我的支持。感谢你们啊，叔叔哥姐们，咱十点就下播啊，叔叔哥姐们，咱十点就下播啊，咱十点就下播。阿姨，你做真正的自己，你就要离开易老板。对不起啊，我现在就做真实的自己，我也不需要离开易老板。易老板就是我的贵人，是他带着我，知道吗？是他带着我的。阿姨能认清好赖人了，棒棒的，谢谢啊，那必须的，我还是懂了很多东西的。易老板是你老公没有啊？易老板是我老板，然后我就先下播了，拜拜，叔叔阿姨们，谢谢你们啊，你们也辛苦了，拜拜，阿姨们就先下播了啊，你们辛苦了，叔叔阿姨们啊，陪马上要十点了，你们也要早点休息，不要熬夜啊。你们不要熬夜啊，我就先下播了，拜拜。